自己的设备拍一下，拍一下你们用，看一下用的效果怎么样。对对对，我们你把照片那搞出来，搞出来去看看你点了哪一个，搞了这个选项嘛，这个买那里一选啊，你选项我连那个他觉得散了发送信息，我知道，我连那个人的电话号码什么邮箱这都不知道啊，那干嘛嘞，是吧？哎，师傅，这里面有灯。啊，有灯。啊，你知道是吧？知道就算了啊，知道就算了啊。啊？哦，我不是湖北人，我听不懂你们说法。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。这个。啊，你开就开，不开。开这个嘛。我们那个当官的要我们发回去。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不是说拍你们干嘛，没别的意思。